这一下雨啊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找个衣服穿吧。我那厚衣服还没买呢，本想着到天水再买。然后只有这一个马甲，在这边等雨小一点，到前面的镇子上。真是想出来，不出来，在里边待着吧。这里还漏雨，这来了两个陌生人，然后出开始叫，下雨啊，走是走不了了，一会儿看一看吧。还有到前面最近的镇子还有30公里吧。得爬上这座山，推上来，过一个隧道，过一个隧道就到，前面就是下坡了。狗不脏，狗经常就是住宾馆的时候给它洗澡，就是。终于，推上来了，推了。一个半小时，这路骑是骑不了，只能靠推了。看看这边的风景，继续。八盘山隧道，长度是885米。在这里休息休息，这雨是刚刚停，然后刚在山下问村民，说是过了这个隧道，前面就是下坡了。然后现在好饿呀，现在都已经3点了。早晨中午饭还没吃呢。国道316，天水界。刚出了隧道，隧道里太热了，然后现在全都是湿了。现在不知道，雨水跟汗水夹杂到一起了。赶紧往前面小镇上拿点药休息休息吧，现在头晕的厉害。把衣服的拉链都拉上，前面就是下坡了。